来，下面介绍一下电子秤包装机的使用方法。首先介绍一下这个秤的使用说明。首先一点是传感器，传感器的线是不允许其他的干扰的。传感器旁边一定要与其他的东西隔离开。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秤的控制屏幕的调试。首先是这个电子秤的标定，我们首先一个手按照摸手键，另外一只手指按住这个 Tab 键两秒钟以上，当它显示 CAL1 的时候，按 EMT 或者是零键按一下，这是零位的标定。零位标定完成以后，我们按确定，用猫指键来确定，按一下。现在我们把一个500克的砝码放入秤筒中间，然后把这个数值调为500。怎么调试？首先一位确定一位，按零键一位，一到这个百位的时候，这个是向上键，把它调成5，然后按摸着键确认，现在显示的是500的重量。然后我们把砝码拿出以后，这个秤的显示为0，表示零位标定成功。然后我们把500克的砝码放入秤筒中以后，然后屏幕上显示为500，表示标定已经成功。然后我们取出砝码。现在我们讲一下物料的那个称重方法。首先，当我们要称重的物料，先点出它的个数。打一个比方，100克，我们取出100克以后，然后把它放入我们的秤中，放入秤中以后，读取出它的数值，例如是46克，比如我们所需要称重的物体是46克，现在我们记下这个46克的数值以后，然后在下料开关打开的情况下，返回屏幕，按指引，按下点动，进入点动状态，然后把这个料清出，按点动下料键，把料清出。然后我们现在设定我们要称的重量。首先，一只手按照摸手键，另一只手按照确定键或者是零键，两秒钟以上。当它显示 set 的时候，直接回到。现在我们可以设定我们所要称的重量，刚才是46克，我们可以把它调为46克，按向上箭头，然后按确定，按向上箭头，调到46克以后，然后过来，把这个不需要的数字把它写为零，按 model 键确认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缓冲重量，缓冲重量我们要比我们称的重量少10克，所以说是设为36克。按确定。按确定。不要的我们把它清为零。按确定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
一直按八下猫的键，按八次返回到称重状态，返回到称重状态。然后我们电子秤的校正、标定跟设定都讲完了。包装材料的，把膜放到这个供料器的时候，抬起这个接近开关旁边的那根杠，它会自动下来。然后我们铆过这根支杆，开得到吗？开得到。然后向上穿过一根固定杆，再穿过一根调整杆。直接，然后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自带器，自带器的穿法，进去以后用手摸下来，当膜穿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按下点动风格，然后再继续往下，把膜边一直拉到拉带轮处，拉到拉带轮处，按点动拉带，让膜自动下来，然后再点动风格。当温度，然后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温度控制表，温控表的调试，按 set 键。进行温度的调试，向上键为温度的增加，向下键为温度的降低。我们所设的温度根据包装材料的不同而不同。此包装膜为120度设定值，上面红色的为实际值，然后恒丰的设定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按 set 键，然后上键为加，下键为减。当我们的温度设定好以后，按两次 set 键确认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，包装材料代偿的设定。在我们待机状态下，有一个设定用按 set 键进入。这边有延时拉带代偿设定，我们所需要调整的就是代偿设定，按 set 键两下。进行代偿的设定，上为加，下为减，左为换行。当我们把值输入以后，按 ENT 键确认。下面是拉带速度的调整，从拉带设定，拉带代偿的设定相同，上为加，下为减。当调整好以后，按 ENT 键确认。下面还有一个。下料时间的设定，我们可以一直往按向下键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、五下、六下、七下。这里有一个下料时间的设定，其他的参数值均不需要设定，按 set 键两下，加减来设定下料时间。当设定完成以后，按 ENT 键确认。确定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要退出设定值，退出设定值按红键两下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恒丰的，还有一个封合时间的设定没有讲。现在我们讲封合时间的设定，按向上键，一直找到有封合的时候。我们需要调整的是延时封合时间为0.15秒，封合时间一为1秒钟。时间二不需要调整。当所设的数值确定以后，下面可不可以拆了？确定以后，按红键两下，返回到主菜单。然后我们现在讲一下，开关。开关是向上键，按向上键一次进入开关。首先我本台机所要用的是综合开关，
风格开关是左键，当圆圈变为空心的时候为关，当圆心变为黑色的时候为开，风格一定要打开，然后继续向上。下料开关的开关也是按左键，当空心为关，黑色为开，本机只需要风格开关和下料开关。下面屏幕的这个讲解已经完成。把物料倒进桶内，然后调整斗门的大小，调整斗门，上下调整。斗门调整完成以后，进行包装。按启动键，首先我们要打开下料的开关，先做几个通盖吧。先设置几个通盖。关掉。先做几个通盖吧，你开起来也可以。首先，我们先做。以后不漏气，封边完好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下料包装。下料时把下料开关打开，按启动键，这个开始，现在开始工作。我做错的产品，不像。那上面有没有什么要？电子菜。